又搁到了容易感染肠仔白带季节，彰化县政府再次跟麦当劳叔叔之家来合作，办理预防肠病毒一起聪明洗手券活动，透过趣味行动剧，让小朋友学习到正确洗手的时机甲步骤，养成洗手的习惯，对抗肠仔病毒甲各种病菌的传染。七字诀是哪七个字？你知道小朋友真介意的麦当劳叔叔又过来了，透过趣味的行动剧方式，来教囡仔要安怎正确洗手，培养洗手的习惯。小朋友跟大朋友，我们要念一个神奇的魔术咒语，洗手的魔术咒语。麦当劳叔叔家慈善基金会长期关注儿童的健康福祉。那我们知道洗手是非常重要预防疾病的第一步。那除了预防非常恐怖的肠病毒之外，这两年的新冠疫情，洗手也是非常重要。尽管现在在限水，小朋友还是可以用很省水的方式，要多多洗手哦。那麦当劳叔叔慈善基金会推广洗手已经有今年迈入第24年。那我们几乎全台湾的小学呢，跟幼稚园都去过了。那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透过洗手，然后能够来促进自己身体的健康。长王惠美表示，这段时间水情较紧张，希望小朋友洗手的时阵绝对袂当生水，而且洗手了后的水袂当用来压花，只要掌握正确的洗手方式，就免惊肠仔病毒。过去我想大家在洗手，孩子会非常快乐，因为可以洗手，可以玩水。那因为最近呢，真的是我们的水源比较不足哦，也希望小朋友那达到洗手的效果就好。那我们洗完手的这个水，还可以再做一些浇灌的部分，也请就是说孩子们利用这段时间，再把我们水资源的一个珍惜哦，也利用这波呢，能够学会。卫生局呼吁，因为肠仔病毒传染力真强，提醒厝内有幼囡仔的民众，上班等到厝爱先换衫，洗手了后才抱囡仔，带囡仔出门更加爱注意卫生习惯，常常洗手来降低感染的风险。大众新闻张世阳、素水采访报道。